当当当当当，当然还在调理当中啊，今天不能吃东西。我来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咱来点咱们东北的特产啊，叫姑鸟。哎，这玩意儿，哎，这玩意儿成天了，这玩意儿啊，哎，小老牛怎么回事？给个镜头啊，给个镜头吧，看他这么努力。这个老牛是我家元老级别老牛啊，今天咱给他尝尝，来。浪费啊、哦！浪费是最大的犯罪。来，咋、哦、的？刚才抢挺欢的啊！你要不是我吃了，啊，哎，喜欢的给个免费的双击，感谢支持啊！他爱吃这玩意儿。